那结好了。嗯，对。什么中式咖啡啊？台式咖啡？ 可以去喝啦，真的有空可以去喝啦，陪老板聊天啦。老板不要做，姐姐那个很急，烫的。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就在那边做台就好了。做一天，要省啊。一万块。哦，那个太贵了啦。哎，那不要了。那个人要付不起啦。这样可以接受吗？我看要老师一直会。